小女遭了为民伸手，今天乡家滚来。喂，回去今年不做暗数，卖爹也闭鬼闭鬼，讲你到底什么人？回首鸟气，天家新闻，南无大帝文殊师利菩萨。啊，你是文殊师利菩萨，呀我是七仔。七仔，哪里？咱两个有什么关系？这对的师徒啊！你五年前，你师徒下凡，武相公投胎为做世主哦。可期待，为师江江在五代，今是世界群如海，情关风尘多自在。便便欢迎穿山崖，塞里呀，塞里呀，你有看到？那是咱的故乡五台山，今是世界云如海。你敢再离开？我心肝偌艰苦，做不到夫妻个。什么青山，还有西方世界，那都是你所编的派。你想要骗我，在我来看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奸诈的骗子。我讲遐侪道理，付出遐侪关怀，我来两字的骗子。你要叫我哪做？你敢相信？咱是一对的师徒，一对的白囝。爹哩！我了不是夸赞，你细汉对我温情，也来无假。凭你即马，一句也叫你，两句也害你。我唔管你是虾米鸟气也会想，就算讲你是文殊菩萨，文殊也爱死。你最后一句讲啥物？一撒干呐，烈焰啊！